聘雇外籍看护工家庭也可使用长照服务。外籍看护工请假时可申请喘息服务，专业人员到宅提供照护指导或沐浴车服务，交通服务接送长辈到医院、巷弄长照站等据点，辅具及居家环境改善，提升生活品质。更多资讯可拨1966长照专线，或至卫福部长照专区查询。